全家团圆的时候，你接到紧急命令，退掉了回家的车票，改变了探亲的决定。吻别年幼的孩子，在黑夜里向着武汉出发。疫情肆虐的一天，病房那就是战场，防护服经过在身上，大口罩遮挡着面庞。这是在大东方下，你一心一意治愈病毒较量。为此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，我们永远在第一线，尽我们的努力全力救治病人。向前。